块大砖头还多到遮住马路上的机车停等区，看得人触目惊心。整片窗户也从二楼被震到路面上，水管层里漏水。现在发生有感地震。警方获报后立刻派员前往现场拉起封锁线，避免民众受伤。整件之前在去年已经有结构鉴定过，有安全之余了，所以那时候有限期他搬离跟限期他拆除。现在已经状况已经因为地震造成损害，明显已经有危害公共安全，然后强制拆除啊。这些位于基隆市。